管夏十四岁。各位，感谢郑国主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感谢很高兴今天在下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，有管管乐的同学、学院同学还有同学，就是可以在这个学习音乐，跟大家一起共度一个充满音乐的下午。特别感谢学院社的老师，蛮老实动作的，因为这样子动作的最佳现在可能也会有80吗？可能有大概50-60，六七十。那因为现在就是学院的一个小朋友，就是社会风气底下，其实每个社的人都就是不停在变少，所以能够跟大家有这个交集是还蛮困难的，所以也告诉大家，你也可以到这里，就是听我们的音乐这样子。因为这是历史的，就是讲话，我就是不善言辞，我已经讲到残疾了，所以就是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就是如果要跟我们的小朋友拍照的话，稍微等一下，再来拍一下。